前女友老板出差开封，竟然处上对象了。听说你从河南回来，那王婆河南回来的。嗯，我还上台了呢。妈，嘉禾，没在河南出一个？你是相信我，快出去！来牵手呢。你处上了？没处啊，但我领回来了。啊，还领回来了？那 我咋办呢？这你有啥关系？那个男的，你为啥不去工作呀？在这说啥呀？给你买一个草莓。我不想吃，再说你起了吗？你我不想吃。那我看看那男的照片呗。看不了。看看啊！我帮你把把关。能不能买？买。买回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只有男的才最了解男的，渣男根本就不可信。那地方多多渣男的，你一个小女的，你应付得过来吗？可是我已经遇到过一次渣男了。谁呀？你呀。我嘎嘎纯情，我四年就处你一个。我不信。那你这么说，我是你初恋了？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也是你初恋呢。那你要还这么说情况下，那我得就得把他领过来给你看看。我看看照片，我帮你把把关。想看吗？想看。你说前任就是这种神奇的奇妙的关。手机黑屏了。没黑屏。那你换一个手机，万一修去吧。你看看，好好看，是谁？你修修，你实在不行，看不着。你上安华修修，还看不着啊？你修，你修出去。安华，我有人给你介绍。